有建议啊，参像你这款哦，有人生无人教的查某囡仔，真正唔知影好歹呢。嗯，那是有翁婿的人，佮阮信贤哥哥甜。对啦，佮伊带走我迄个陈文瑶，我看哦，唔是伊阿兄，是伊的客兄。啊，那无明明无血缘关系的人，谁来带走的？吼，带我来家听你妈搞考试，安尼你满意啊？志玉，志玉，快开啊！志玉，志玉，你听我讲。吴先生，你若要走就让伊走啦。趁是这款这尔唔捌礼数的查某囡仔，脾气硬又搁白目，伊配你袂起。你到底是咧讲啥？你拄只安尼甲伊侮辱、甲伊糟蹋，伊哪有可能袂生气？是你受超过啊！我对你阿蒙子更加超过啦，啊！不过至少伊真受教，一知影做唔着代志，就甲我点头回失嘞。这才是一个做媳妇对大家应该有的态度啦。啊，亲像伊啦，连个看面头前，计生对我尊重都袂晓，这款查某囡仔根本就无得上台面啊！母家母家母家，母家的面子，够比我的幸福更加重要。卡叔公做母家的人。大天都要挂一个小鬼卡过日子，拢无法度照家己的心意去爱一个人。那呢，我甘愿无爱做母家的人，我不爱做吴信贤，敢会用啊？你就是母家的人，你就是吴信贤。你无想要做吴信贤，要做啥？做去吃。不管做啥拢好，只要会当甲金玉做伙，我拢不要紧。你一定无法度体会，我拄到金玉甲文雅哥的迄种感觉。那种阮才是一家人的感觉，这是我替母家从来没感受过的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会有这种感觉，我只知道我爱金玉，我不能失去她。我若失去她，我会感觉孤单，我一定会遗憾一世人。应该就是那个人，害我差点昏死头颅。就是伊哦，伊到这有钱呢。武山集团的少爷，我跟你讲，伊的血型明明是 O 型，甲武山集团的董事长的血型完全对袂起来。啊？真的哦？我甲少爷的血型甲伊爸爸对袂起来？对啊，伊是 O 型。因母啊，比我啊，李宝山集团董事长的面头前，心里是我听唔到报告。你还要讲成伊是 A、B 型，那是我甲伊丈夫吞这条恐惊病医拢经营袂落，要让因母啊用刀啊。上好伊一世人啊，拢莫去关怀啦，那早晚嘛是别扛。可能啊，我是O型血。那今年我妈妈去世啦，我不是母家的人，难道我是啥？我是什么人 ？Madam, anesthesia has been administered. 病人可以随时进行手术。我爹爹碰到，我得告过。有人讲一挂奇奇怪怪的话，迄个人，迄个人是医生，嘛讲迄行为送我出国做治疗，啊，不过，
敢那唔那是医生在讲话，妈敢那佫有较一个人在我病床边啊讲话。感谢小宇哥，用心爱莫有，我的一生的记得，妈因为受伤毁容。会安排，不可能啊！这很奇怪的梦，不可能是真实的；这很奇怪的内容，不可能是真的。哦，小雨哥，别气我，妈的，你是？奇妙，不可能！这不是真实的，这只是做梦，这不可能是真实的，这……假使讲这只是做梦，是安怎我大概梦到的内容拢是同款的？是安怎？这帮内面迄人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会晓背啊。所以这不是做梦，这是真实的。那天我是啥？我是啥？敢讲我不是有信心？这是什么血型？你的血型跟我需要哥问，当然嘛跟恁爸爸同款啊。干嘛呢？报告顶面拢写得清清楚楚，我唔是 A B 型的，你甲爸是无可能写出我这 O 型好心的。这也真害啦！啊，顶边母唔对啊，这边又搁安尼，莫胡白想我啦！这是病医哦，作业上的错误啦。好，那恁我即马来去北京病医验，不然即马验血是几分钟的，就会当知影结果的代志。我即马就来去订验。哎，小姐！莫闹我好无啦！我伫即马熟悉，我拢已经叫人确定啊，我无需要跟你对峙啊。我只想要听你老实跟我讲，我爱你清脆跟我承认代志的真相。不管怎讲，你都是我的亲生后生，我是辉煌的太太。你就是辉煌的后生，你就是穆家的李少爷，这点根本就无需要怀疑嘛。你是安怎就是无老实跟我讲？啊，你清脆承认我到底是你的先生，跟我这样困难？我都讲过啊，这跟你无关系。我的先生，哪有可能跟我无关系？你真正的后生有心先死啊！留下来是那个你没想要挃的，就是我有信心死啊，不过他的身份我的，我是身份死啊，代替那个你真正想要挃的那有信心我下来，没错，
你是我另外一个好事，叫做小薇瑜。阿婆，我还是写给王生啊。好刚才，好刚才，我的小雨也跟我嘞。阿大伯，我真正是我没力气啊。所以，我真正不是吴信贤，我是小雨。不管是信贤也是小雨，拢是我的心肝宝贝。我只是想要知影我家己是啥。你是安怎就是无法度公平正大跟我讲，跟我讲我的爸爸就是陈长胜？迄个人是我一生中的污点，我根本就无想要提起。我嘛无想要提起这个人，我更加无想要跟伊有任何关系。啊，不过我心想，对我一半黑烟。我是要安怎拄着？卡叔公，我不是吴信贤，我是小雨。最后会变成安怎？你莫白想，你莫想讲，你莫去信贤这个身份，就会当跟吴金玉做伙啊？不可能，不管安怎，我拢无温存你家的吴金玉哥哥哥弟啊！你大粗大义，改变我的模样，改变我的身份，即摆阁想要控制我的感情？你想要爱的，不是一个后生，只是一个家里人啊！你即摆想要公开你原本的身份，就当跟吴金玉后半世人陪陪嘉宾。是无这尔简单，恁爸怎啊袂放咱耍？包括你、我，还佮吴金玉，咱也无命，你知无？计生权是信贤交代我爱留予你的，你即马佮知影家己的身世啊？你若是无清楚的计生权。咱就只剩两条路通行。第一条，就是阮妈所有的一切，逐天过着行下的日子。第二条，就是你的身世予公开，咱母仔死路一条。我是一个骗子，自头到尾的骗子。最近那是欺骗金玉，欺骗文雅客。我来自我未国话，等于不敢，我就开始在骗啦。我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木卡，因为我是一个冒牌货。我看我提不干，你干嘛这样孤单？原来我这样没安全感，是因为这份情谊是骗来的，是骗来的，我根本就骗不起你这摆爱。现在是的人不是我。现在死的人不是我，我跟你说，陈长胜好心嘛是一个更孝代。现在死的人不是我，不是小雨，你不应该还我的爱。我就不用嫁做别人，没有别人喜欢我就去了。